哥也太夸张了，我没那么严重。你不怕吗？当然不怕了，他是吸血鬼，他又不是鬼。我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啊，我的妈呀！不行，我先去个洗手间，暂停一下。这不能怪我啊，他自己靠过来。黄卫，凭什么？你违反了规则，两次，对吧？换就换，哼！啊，你先过来，你先过来。David Copperfield. I am born. I am born. 啊！他怎么又从右边出来了？好可怕！哎呀，好吓人啊！不看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是他怎么了呀？不知道。是我选的这个内容，他不喜欢看。没有，我们继续看。吓死我！